而家几点啊？执嘢走啦，仲等？行快两步啦！我叫 Samson， 我份人平时冇乜嘢讲，唯一嘅兴趣系玩音乐，同埋系 Joyce 嘅好朋友。最衰都系你啦，又话净系瞓一阵，而家迟晒到啦。我系 Joyce， 我份人成日懵下懵下咁，平时最中意瞓觉。同 Samson 大大话话都识咗十年啦，佢系我嘅好朋友。唉，死啦死啦！唉，唔使惊，考唔到呢科啫嘛，仲有第二科嘅。你讲就系加二啦，你次次都爆四，我连二都唔过。唔好颓啦，带你去个地方啦。去边啊？我想翻下百温书啊！带你去一个令你爆食嘅地方，行啊！边度嚟噶？呢度系我音乐灵感嘅泉源，平时作唔到歌都系嚟呢度噶。关咩事啊？我净系想考好个试。喂，考试同作歌一样，成日拗喺拉把，冇作为噶。在度温啦，喺度温，点温啊？哇，心塞搞到好似拍戏咁啊！梗系啦，成日嚟噶嘛，坐啦。呢度冇青山都有绿草，环境清幽，冇晒烦忧，正啊！一啲都唔正，但我话应该系去趟旅行，自救精神。去旅行咁大上头，唔使考试咩？识笑啦咩？白唔到四就为你试问，快啲夹埋呢条添啦！有冇笔啊？咁样啊？每次我唔开心 ，Samson 总有办法氹翻我。有啲挂住你，听日转凉啦，着多件。仲温紧书？有啲挂住你，你听日唔系考八半咩？快啲同我去瞓。系啊。今日温得仲唔够咩？想温多阵先瞓，早啲瞓啦，唔系听日冇精神考试。知啦。早唞，早唞。有时我真系分唔清，我哋到底系咩关系？
喂 ，Joyce， 你喺边啊？你喺海边？喂，我过嚟揾你啊！喂，帮我攞住先，我过去揾人。喂，你就咁走咗去啊？我哋分咗手。唔好咁啦。点解啊？明明一齐之前都好地地嘅，点解朋友变咗做情侣，所有嘅合拍都会变成摩擦？或者你未遇到真正爱你嗰个啫？佢唔同噶，好特别噶。有乜咁特别啫？咪又系三个月换一次？你好我好多咩？你自己咪又系咁？喂，你啲男人个个都系咁噶，一句唔夹就话分手。咩？我哋啲男人啊，又关我咩事啊？唔系咩？你們都是貪新鮮的啦。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啊？什麼意思？我說你個個都是壞人，沒有個信得過的。喂喂，嬲完未啊？发完脾气未啊？做咩啊？执两件衫，攞埋 passport 落嚟楼下。去边啊？又系啲人话嘅。去趟旅行。自救精神啊嘛。嗱，等你啦。好啊。做紧咩啊？忙紧？我有咗。你喺边啊？
冇事啊嘛，翻入房先啦。你唞阵先啦，我就喺隔篱嘅啫，有咩叫我？咁贵嘅，唔得，要谂谂办法先得。喂 ，Jason 啊 ，Nicky 点啊？得唔得闲出嚟 bus 啊？好啊。就下个礼拜啦，拜。打算点啊？咩点啊？我识人啊！你识咩人？大家都知咩事噶啦。平时见你两个咁 sweet， 家下仲玩咩孤男寡女去旅行？大家明晒啦。所以咧，你够钱咩？慢慢出嚟 bus 咯。唉，咁辛苦，不如落咗佢。落仔伤身啊！唉，得啦，我搞得掂喎。饮啦。系啊，因为今晚
咁多？你都諗清楚啦。如果有需要嘅，咪即刻打電話俾我咯。得啦。我回来了。阿仔，我约了医生，出名手势好，你听下带个女仔去看看啦。你同我企喺度啊！你而家几多岁啊？老细都未生埋，可能生仔？你快同我落咗佢啊！个 B B 无辜噶，我仲无辜啦，无啦啦俾班亲戚朋友啊笑到面都黄晒啦，我真系当系冇晒面啦。喂！有冇好啲啊？咪又系咁，过多排会好啲噶啦。你又知？你又唔系女人？你理得我啫？我分分钟知得多过你啊！不如生个 B B 出嚟咯。梗系啦，但系唔好但系啦，决定咗唔好谂，仲有我。唔系咧，喂，我买咗啲嘢咧，啱你食噶，阵间煮俾你食啦。好啊。Joyce， 有粥食啦。仲好食啊？嗯。你整噶？系啊，皮蛋瘦肉粥。好屎啊！你行嗰瞬街市就攰到咁。你估好似静静咁咁好精力咩？是啊，他成日都叫我带他下来玩的。我想我都是时候功成身退了。我会去外国进修音乐，下个礼拜飞了。嗯，好啦，唔講啦，我快執嘢。我都夠鐘接成成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你幾時翻嚟啊？翻嚟自然會揾你噶啦。虽然我同个 B B 冇血缘关系，但系唔重要。重要嘅系我重视、我紧张呢个好朋友。每次见到佢因为同男朋友分手而喊，我都会好心痛。我唔忍心见到佢咁伤心。
有人说过，一段关系的开始很可能是结束的来临。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了他。这段时间幸好有 Samson 一直陪着我，世界有一种这样的关系，大家都很喜欢对方，同时又很怕失去对方，很怕一起之后会有分手的一天，会失去大家的友谊，因此宁愿做对方一世的情人，旅程的情，一世都陪伴在彼此生命旅程的人。所以只要不拖手，就不会有分手。爱人不是最好的朋友，朋友再好也不能牵手，感情在天平两头，谁都抛开沉重，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，好朋友疯狂以后还是一个人。